好，七月十四号嘅去霸体通兵团，大家继续临搞。哇！你縮嘅你，你咩事啫？好慣啊！我冇，唔係你縮個面冇用噶，我唔冚你塊面噶。你縮個身先有用啊嘛！你個頭冇喐，淨係縮個身咁樣。哦，咁啊，哇！今日星期五啦嚇，咁啊，即係成日咧，家係咪即係開始應該有打風咧？即係太過熱啦，翳住翳住，係嘛？有啲係個心翳住翳住，因為係咪正即係運輸署令到你依個禮拜翳住？好翳住啦，係啦，大家都由禮拜一翳到今日㗎咯。即係啲噩夢啊嘛，係嘛？嚇，李市長話齋噩夢啊嘛，嚟到嚇咁啊，咁啊都冇計㗎啦，咁啊都係要。但係個女就開心喎，放暑假係嘛？係啊，放暑假未啊？放啦放啦，全香港學生放曬㗎，今個禮拜放曬咁滯㗎，係你嗰個你嗰個即係啦，即係地獄學校，我仔都唔係人讀嘅，我仔升中。小六、小一，唔係中一啦，都係唔知啊！而家未知佢點啊，嚟緊會唔會有啲都要入分班試啊？咁啊，係啊，中學有㗎，又有分班嘅。咁我相信咧，好多我哋嘅觀眾咧，即係嘅小朋友嗰啲，可能升小一啊，或者中一啊，咁都可能都需要有啲分班試啊。其實都幾奔波嘅。我要咁，你譬如又要。要校服啊、買書啊嗰啲嘢咧就算如果小日嚟講都幾多嘢搞㗎。係不過我真係喺度咧，喺網台咧，即係喺度咧，即係有個記錄啊。係讚下個女先。係個女咧就即係呢個拜屙啊，跟住又唔知咩女款啊乜乜話咧，有三科咧都係全級全班啊五名，唔知三名以內定五名以內嘅。係啊。哇！好嘢啊！我哋都直喺度俾啲掌聲。係嘛？有咁有咩有咩獎勵啊？有咩獎勵啊？我話佢隻手錶啊夠啦，咁啊換咗部換個 G-Shock， 我以為你俾呢只佢啊嘛，唔係呢只佢未適合戴嘅，換翻 G-Shock 喎，咁啊嗰只 Baby G 嚟噶嘛，喂升呢個中五啦，冇理由仲戴住，我幾時送俾佢咧？係，我冇記錯係小四送俾佢，哦，戴到今日，都好慳嘅，唉慳家慳妹嚟嘅呢個，啊即係嗱女又有呢度好嘅，我覺得係嘅，即係女咧就。對內是好啲嘅嚇，即係佢起碼即係內，人哋話女生外向，女生外向其實咧就我就唔覺得一定係。佢又唔係喎。係又唔一定係嘅嚇。咁啊仔都好乖嘅。係係真係。咪依家俾佢聽到啊。係話，哎呀，依家。係抵賺嘅。咁啊，你又講下考試啦，佢考得幾好啊？但係有啲人咧想考試咧又冇得考喎，啊點解咧？咁我哋睇下報導先啊。咁啊，有朋友煲出嚟啦，佢就話咧，全港十萬人輪候呢個路試啊，考車排期時間咧，要去到三百日，即係成年咁就係十個月。啊，運輸署研究咧呢個涉錄考試喎，哇，真係追得上潮流啊！運輸署個問題咧就係佢想考試，想考得好成績都冇咁嘅咁容易有個機會，因為好難先排到考試。係啦，咁點解咧？點解要咁耐咧？係咪考牌官？走曬咧，冇人手咧。我退休嘅退休啊，退休係多嘅，退休通聽聞就開始有嘅咁樣。我哋嗰日都見到佢有退休啦，係啦，係咪？咁但係咁其實佢應該內部要招聘人手啦，呢啲佢啦，運輸署。咁啊，哇！十萬人，哇！呢狗都肥豬肉都幾好嘅喎，十萬人，我覺得啦，係啊，呢個市場都唔少喎，原來。咁啊，其實會嘅，因為我成日都話咧，理論上咧係每日咧都有人，其實都影響我哋的士業嘅司機㗎。點解咧？因為佢一路未考到個普通私家車牌，又點樣等嗰一年去考嗰個的士牌咧？係係咪？即係其實一個成個運輸鏈嚟嘅。即係運輸業嘅嗰條鏈咧，嗰條食物鏈啊，又食物鏈，又食物鏈，鏈啫，今次乜嘢都鏈啊！嗱，我記得我三十幾年前咧考牌嗰陣時咧，都係耐嘅，係咯，但冇咁耐。點解我好記得嘅就係考完筆試之後咧，係半年啊，半年後嗰陣時我唔使續學神牌嘅，但係而家要續學神牌。我咧，當你第一日去報名嗰陣時就要考續要續學神牌。嗱，我嗰陣時咧就私家車牌唔使嘅，因為喺澳洲吸過嚟嘅。哦。但佢淨係吸到一號仔俾我，我就要考埋個二號仔。二號仔都耐嘅，冇你咁快嘅，唔知七八個月嘅都要。嗯嗯，係啊，即係都要係耐嘅。但係而家咧，淨係呢個由筆試去到路試咧，都要等成十個月，即係耐。即係未計你考筆試喎。唔係個筆試，所以你要續學神牌咯。係咯。你考筆試嗰下已經係要報名要有學神牌啦嘛。咪又係嗰句啦，我哋還原翻星期一嗰個節目咯 ，Ben C 壁力。係啦。點解會咁樣滯滯後得咁犀利咧？嗱，當然我覺得咧，社會運動同埋加埋疫情咧，
即係爆疫咧係會嘅。咁但係而家復常翻啦，咁係咪應該開始逐步逐步會將個嗰個輪候期縮短翻咧？好似啲飛機場咁樣咯，運力係未達到100%。喂，照計如果嗱咁啊嗱咁樣唔可以相提並論，我覺得點解咧？因為始終你航空公司係即係私人商業機構，你有裁員。有剩，我哋明白嗰陣時會減磅，係咪先？好似國泰咁啊！但係喂，政府工嚟嗱，加唔到冇裁過，冇聽過話裁喎。其實佢應該好似咁樣啦。嗱，你攞身份證啊，係加開咯，加開咯，加開。星期六我唔知道有冇效。哎，但係加長啲時段咯。係啦，你唯一係加長時段，因為你唔可以一下子聘咁多人手，我明嘅。咁但係你都要做噶嘛。啊，咁但係有加長時段咯。我覺得究竟譬如啦，我唔知啦，即係我自己我哋喺度吹水啦。譬如嗰一個考牌官嘅，一日考四個嘅，咁你會塞多個俾佢考咯。我覺得啲考生想考牌係唔樂意，唔介意嘢啲嘅。唔樂意，唔介意嘅，唔樂意要 OT 嗰啲係嗰扎考牌官嘅啫。其實依個係一個提議俾佢啦，即係喂唔好成日都咁僵化啦。係咯，喂可能其實係一個鐘頭考到兩個學生嘅啫，咁假設你知佢哋幾萬㗎。咁啊係，可唔可以考多個啊？係咯，可唔可以啊？係嘛？咁如果你一個鐘頭考多一個就唔同啦，或者兩個鐘頭考多一個得唔得啊？哇！你都幾樂觀喎、啊，我諗住一個考牌官一日考到一個嘅啫喎，考多兩個啊？喂，咁啊爭好遠啊！係，你十個考牌官就20個㗎啦。係啊，係嘛？即係所以咧，但係十萬人啊，都。其實我覺得唔係唔得嘅，係得嘅。你真係唔知點消化到啊！真係。係啊。不過咧，運輸署，據我所知咧，以我哋認識啲嗰啲咁嘅政府工，不嬲都係。梗係啦。嗰啲咁嘅工作效率，係啊。可能或者我講錯嘅。即係佢哋真係好似行步路都慢過人嘅，你唔覺得嘅咩？係啊，真係係咪先？係啊，係啊。咁但係會唔會增加咗依個咩咧？個個考牌公婆嚇，你一日整多兩個我嘆下，肥多啲，係嘛？肥多啲，鬼氣，點都係你老母仲攞嚟出氣啊！係咪要我做多啲嘢？你一肥多啲，你又又滯啊！又儲埋啊，係嘛？又嚟過，又做多啲啊！條隊係一路係咁排緊啊，係嘛？係啊。咁但係咧，運輸署咧就有回覆嘅，佢就話咧會考慮，但係佢話大前提咧就要保障呢、這個即係大家考車牌嗰個路面，第日去到路面嘅保持佢哋嘅質素啊，安全即係要安係啦，要喺。其實如果模擬考試嗰唔會差得過喺實景。嗱咁啊係啦，咁飛機師都係咁樣考出嚟啦。其實係㗎，真係俾架飛機你揸咩？揸上去考咩？掛個學神牌咩？個飛機個 pat 嗰度係咪先？咁係啦，嗱咁呢度就係啦，有建議就係呢樣嘢涉入，究竟涉入可唔可行咧？嗱，我會覺得係可以試驗嘅。其實就唔係攝錄，應該係模擬駕駛。模擬即係其實你以為攝錄嘅，即係唔使揸噶啦，你明唔明啊？真係而家係要實景，即係喺個我估係嗰只啦，即係飛機啦。哇！喺好似飛機咁嘅一個。喂，咁如果轉彎使唔使喐啊？嗰嘢佢幾個人啊嘛？個人啊嘛？係嘛？嗱，據我所知咧，而家有啲咧即係教漂移嗰啲啦，因為咧場地所限啦，佢頭嗰幾堂咧。就唔想即係話大家由秀山長水遠啊，去到你知道一定係北區嗰啲車場噶嘛，就喺亦都係模擬漂移啦。喂，沙田嗰個駕駛學院咧，係嗰陣時我見過係有嘅，即係佢有幾個輔助碌嘅。係啊，係啊，係啊，幾個輔助碌教你漂移。係啊，嚇咁嗱，已經去到有模擬啦，喺好似等於打機咁啊。當然咧，佢跟好足嘅而家嗰啲，但係如果考涉落究竟係咪可以將類似呢套系統類似啦嚇咁樣搬上去咧？咁我相信咧，你等得運輸署嚟研究咧，希望佢就唔知研究幾耐啦。啊，同埋咧，其實模擬有一度好嘅，嗯哼，唔會突然即係有陣時有啲考生都幾無奈嘅，嗯、即係明明做啱曬動作，可能俾其他人搞，咁佢都焗交叉你嘅喎。咁係嘅，咁你揸車係隨時有啲突發情況㗎嘛？係啦，但係突發性佢冇做錯嘅喎，只不過可能係。明明打咗燈，佢都係俾人養咁，都當係佢唔啱噶。嗱，依啲咧亦都係有個人嘅判斷咧，即係個考牌官嘅判斷係咪100%係啱咧？嗯，我都唔敢質疑嘅。喂，咁如果咁樣講喎，如果佢真係可以用，即係譬如類似又或者 VR 啊、攝錄嗰啲咧，又一樣嘢喎。咁啊，又要同阿處長唱反調咯喎。咁啊，變咗又冇咗就業噶咯喎。點解？你既然咁樣啦，電腦攝錄嗰啲，你使乜考牌官啫？
不如用電腦嚟咯。咁咪走去，咁又咪佢咪叫佢去啲車行度整魚拖行咯。哇！即轉介得嗱，考埋官唔做唔緊要。喂，嗰間順安咧請幾個人嘅？嗰間太記咧，係啦，請五個人嘅。係啊，要請五個人整魚拖行啊。咁樣哦，咁樣其實佢用心良苦啊，係可能想咁。用心良苦啊，係啊，係阿處長係嘛？啊，即係佢可能即係升職啦，係即係諗嘅嘢咧。多咗，系啦，即系顧慮嘅嘢多咗，我哋要即系佢唔知佢系咪个思维都佢开始向前行。系啦，佢所以佢一谂系一套啊，用心良苦啊，系咪？咁佢考牌官呢样嘢唔紧要啦，过去车行度做咯，都系对住啲车啫，系嘛？但系模拟咧就其实都几好嘅，即系其实模拟都可以整一啲突然间，即系可能突然间嗰阵走出嚟都得噶嘛，系嘛？都可以啲啫，又唔会真系有危险，甚至乎你落雨行嚟都得噶。系喎，再串啲落雪添啊！你即刻狗跑出嚟都得，系啊，有隻烏龜同你一齊賽跑又得，啊得咗，咪咯，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幾好嘅，其實係，其實模擬依樣嘢，我諗好多嘢都可以應用咯。我唔覺得有咩問題，不過當然運輸署嘅研究不嬲都守舊噶啦，佢哋。咪仲到時又要即係我驚佢又話，哇要做呢套系統啊，哇天價喎，咁啊點算咧？咁樣大概10萬人都等到真係啊大伯等乜咁樣啦，搞到嚇。啊嗰陣時又話又係好似。又係好似阿處長話齋，個極不理想。係啊，撲你個街啊！真係考個牌啫，考個牌啫，而家搞到好似輪公屋咁樣，真係啊！越排越長咁樣。唉，真係死啦！我哋點解成日講嘢咁樣嘅？我哋唔係我哋，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應該要學習下啲官腔嘅，唔係，sorry， 唔好意思，唔係官腔，官員講嘢嘅方式係我哋嘅藝術，有啲文化，有啲藝術嘅氣息，係啦。即係好似有時同你傾偈咧，你都你知有時你都好慢嘅，有時咁我令到我感覺你係一個極不理想嘅人咁樣。O K， 係嘛？即係依啲説話都我都係跟阿處長極不理想，我係跟佢學習嘅。哦，咁我會咧認真處理嘅，跟住咧俾個適當嘅回應俾你嘅。O K， 記得我明白。最好都係寫封信係冇錯，係啦，我就會正式回覆翻俾你嘅。好，係啦。咁啊，希望就即係大家俾啲意見啦，因為咧，其實我話社會討論下都好嘅，因為呢樣嘢咧，有啲人就好顧慮呢個道路安全啊嘛。喂，得唔得㗎？咁樣打機咁啊，考到個牌㗎，哇！但係出街仲點？其實咁樣考牌嗰個時間咧，會掌握得好啲嘅，因為佢道路咧，始終咧，你喺嗰啲道路考試有機會係好擠塞，其實會拖慢咗成日考試嗰個進程都唔出奇。突然間有交通意外嗰條路咁點啊？我諗咧就係住喺市，即係市場附近嗰啲居民，第一個舉個贊成咯。咪成日交成日塞車咯，好似何文田一帶咁樣，係咪先？我諗最贊成係佢哋咯，唔使煩啊嘛。浦進車行有咩幫到你？我哋呢度自設車房，全日支援車身維修、機件保養、代客收租、的士管理，效率保證。技工认可，好，冇问题，阵间见。土瓜湾上乡道35号 B 27736766，浩进车行。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一定唔可以迟到啊！师傅唔该，浩进车行。爹哋辛苦咗咁多年，系时候要报答佢啦。揸咗几十年的士，孭起晒成头家，而家我哋都出晒身啦。都应该有翻架属于自己嘅的士，等佢可以舒服自在咁开工。宏信车行屹立业界几十年，两代经营专业，人情味并重，无论管理同买卖都妥善可靠。宏信安心幸福。屹立新界30年嘅丽新车行，同埋东区嘅丽豪车行，专营的士租赁、牌照买卖、车主托管。丽新丽豪是必然首选，凭住在行内的经营多年，声誉良好，管理完善，所以认住丽新丽豪两大的车行的麦头，你就不用愁了。咁啊，即系赞成还赞成啦，但当然啦，到究竟呢样嘢会唔会影响个安全，我就唔知。咁但系亦都可能有啲人话，咁又点啫？实地考咁又点啫？喂，日日咁多交通意外，吓咁又唔可以咁讲啊！啊！你估一定是差的，如果模擬考試，我覺得模擬考試不一定差的，做得好可以好好的。咁係喎，
嗱，我相信咧，以下片段咧，佢依條友咧一定係即係正常，好似我哋咁考牌啦。啊、但考牌考成咁，又的確係令人覺得好質疑。好費解。究竟實即係實實地考，究竟得唔得？我哋睇下以下片段。商圖應對自星期二起的連串示威衝突，之後再同大約220個受影響城市的市長開會，警方在星期日可能再打電話。好街回來了，這兩輛車其實呢大家當然呢，我有少少商榷，就是有些人就說哦後車這樣，大家看到深色車連咳兩條線架，首先這個就一定錯，是他真的連咳兩條線架，那架快不快我不知道，因為我看不到車速，但感覺他是快的，是快的，但是他是不是他超速就代表 你這樣咳兩條線是對的，不是，所以呢不用說了，第一件事就是那架藍色車一定是錯，是、啊、當然你說即當然你上到去法庭啦、我估計的差人呢就即應該都會檢控藍色車的了，但是即係我哋再咁樣喺度傾啦，講個即係揸車車品啦，叫做馬路上嘅駕駛態度咧，白色車都係有少少咧。你問我咧就你一講上法庭咧，我突然間諗起嗰陣時有一句説話咧，就係呢度唔係法庭，呢度唔係法庭係嘛？唔需要證據，唔需要證據啦，係我哋係啦，我哋就判斷就係藍色車唔啱啦。咁如果我覺得其實你話可唔可以避免咧？我哋因為睇到白色車係應該係有得比例嘅，我睇咗好多次嘅，佢比例燈係有著嘅。係啦，佢有得比例嘅。係綠色車㗎嘛？係咪嗰個白色定咩啊？綠色啊嘛，綠色車死啦！咁大鑊白色同綠色我分唔到，嗰個綠色嘅咩？我後車上嗰架。而家我哋自己咪嗰下邊嗰個再睇一次。所以我會覺得依啲你唔可以拗，因為佢快而撞到我。你當時係嗱，仲唔係綠色車？綠色嚟㗎，我係咪綠色嚟㗎？喂！我覺得是綠色車，對面的白色車就真的很白，好 白天白雲怎會不是綠、啊、這樣他cut上來，而你這樣後上走回自己線呢，其實就正如我們以前說，如果沒有車 cam 呢，你就輸十成了，不是你輸十成了，你輸十成了，就這樣，如果沒有車 cam、當然最後呢那個控告權都留翻俾差人啦，係啦，呢度唔係法庭，我哋即係所以答你唔到嘅。所以我哋就話咧，即係 cut 線咁樣咧，就即係就算冇意外咧，我覺得咧，即係大家見到咁樣咧個態度，其實都唔應該嘅，梗係唔應該啦，大佬你啦嚇，你唔係真係冇車啊嘛，係嘛，日光日白啊。不過嗰啲全我睇過兩部，綠色嗰部咧，定係 T 車嚟㗎啦，即係 Tesla。另外一部都看落去係嘅，我應該嗱點解佢個速度？佢哋就真係好快嘅。係啊，好簡單，片主佢咁樣後上嘈一聲，嗱片主都係正常速度啦，我估。但可以佢咁樣嘈一聲咁上，都有一定嘅。咁你推斷下佢個速度係幾多咯？係啊，真係唔慢，一啲都唔慢。嚇！咁啊好啦，講開電車咯喎，係啦，咁啊電車個續航力不得都哇，第一不嬲都成疑嘅。真係啦，梗啦。係啦，咁啊而家唔好講叉電嗰啲電裝先啦，但係今次有大突破喎。首先未俾大家睇下新聞先，大家識唔識分而家嘅電車係用一啲咩嘅電池？電池咧係一啲液態嘅電池，係嚇咁並唔係固態嘅。嗯，咁啊固態嘅電池咧，大家都可以嚟緊睇到啦。豐田咧新款電動車咧就充電十分鐘可跑1200公里。哇！睇下先，哇！即係日本仔真係勁喎！之前咧，比亞迪咧，我哋做過採訪啦，咁就係咧佢新嘅刀片電池啦，係啦，都係液態電池嚟嘅嗰啲，係啦，我哋屬於即係鋰已經好穩定噶咯喎，鋰電液態電液態鋰電電池，佢已經係好穩定噶咯刀片電池，但係呢個咧除咗穩定之餘咧，哇犀利咯！嗱，佢係固態電池新突破，嗱標題就係咁樣嘅，根據01嘅新聞啊，咁啊尺寸咧就係重量減半，呢啲緊要啊，係啦，隔次。好似你咁，更持久，係更安全。安唔安全我唔知啊，係安全即係冇嘢出，係唔係嘅？即係話俾你聽，即係我持久得嚟咧，都好就住對方，好錫住對方嘅。哦，即係唔會整到損咗，損手爛腳，冇錯啦。咁啊，豐田新款嘅電動車啦，咁啊Toyota啦，就充電十分鐘啊，哇，1200公里啊，大佬。係啊，好啦，日本豐田汽車7月4日。宣布啊，即係早上個禮拜啦嚇，公司已成功在固態電池上取得技術突破，可以生產出高容量、充電快同時安全嘅電動車電池，有望喺2027年或2028年
推出咧全新嘅新款電動車。豐田喺六月宣布啊，計劃喺2027年咧將固態電池技術咧商業化，至7月4日進一步表示咧就將在2026年投入新的一體成型。我唔識讀啊 ，G 咩 G 噶 Case 係啦技術，減少部件數量和生產流程。投入新款電動車的生產，豐田表示在固態電池技術上已取得突破，可望將車用電池的尺寸重量減半，成本方面只要減少電池材料的製作流程，相信可將成本降低，比液態鋰電池更加低，即是除了重量、尺寸收減半，減了半之外是可以比液態電池，你液態鋰電池啊，更加平。嗱，咁我呢度首先講下先，俾你唞一唞啦。咁就嗱，輕咗，自然咧就更加慳能源啦，係嘛？咁個電，尤其是電咧，咁啊可以更加個續航里數會多啲啦，係嘛？咁另外就係咩咧？個電嘅體積喎，如果細咗咧，因為而家電車咧就好重啊，好撚麻煩，佢哋擺底。係啊，同埋重。重你要避震啊，成個車咧個重量係多咗好多。同埋胎都要，點解要電？要電車胎咧？就因為胎都唔同啲嘅，咁另外咧就係咧佢個佈局搞到咧後邊嗰啲咧個個都話咧，即係坐電車高啲嘅，嗯，係嘛嚇？搞到咧就有啲人甚至話坐得唔係咁舒服，即係會偏向會高啲，因為你夠喺底度，同埋咧令到有啲位咧個佈局咧，譬如有啲七人車咧，可能咧佢嗰個排位有啲就拍攤曬佢，譬如類似嗰啲攤曬啊，又或者點樣二加三啊，將佢點樣啊點樣咧，就有啲限制嘅。咁我相信如果將佢減半咧，哇，好緊要啊！嗯，咁啊後邊嗰度咧最緊要啦。嗯，目前咧電動車嘅均採用呢個液態鋰電池啦，無論係刀片技術或者其他技術啦，都係用呢個方式嘅。液態鋰電池咧嘅特徵係在兩個電極間咧儲存咗喺電解液，即係俾咗啲液體落去啦，係咪？咁啊，容許電流通過電極產生電力嘅。但是液體電池嘅缺點係非常之重，因為載水啊嘛，係咪？咁啊，而且充電時間長，還有咧喺電池過熱時咧，仲有起火嘅風險，所以咧有啲電車都會著火啦。咁啊，固態電池技術咧亦可以容納更多嘅能量。可以在不影響續航力嘅能力底下嘅情況咧，使用電池體積更少，同時可以在不發熱嘅情況下快速充電嘅，使其更加安全。豐田表示預計固態電池咧嘅續航能力咧可以達到1200公里，充電嘅時間嚇親人啊！真係，僅需10分鐘，甚至乎更短嘅。係啊，與競爭對手相比咧，豐田目前喺電動汽車市場上被視為落後者。豐田喺4月發表了新電動車嘅戰略，計劃喺2026年結束前推出10款新車款，目標年銷售提高至150萬台啊，即係應該全球噶啦。咁啊，2022年咧，豐田電動車嘅銷售量咧僅為2.4萬台。豐田計劃喺今後將銷量大幅擴大60倍以上嘅。嗯，嗱，咁我絕對咧，就我覺得咧，係豐田不嬲咧都俾人話咧，甚至唔好話豐田土塔呢個車廠，其實整個日本咧好得意啊！佢電動車嗰度咧，嗱，好得意啊，落後嘅。我話嗱，我唔係話幫日本仔。我話聽，我線到嘅，我知道一定係收埋啲嘢嘅。講真句，真係㗎，你唔好話冒泡，點知係真係嘅？係啊，佢成日收埋啲嘢㗎啦。係收埋啊嘛，好嘢。水就咁排落。咁啊係，咁啊係，佢收埋幾多下都冇講係嘛？點樣處理有冇話點處理啊？總之話處理咗。佢話游水都得。係啦，飲都得。係啦，但係好奇怪，佢哋嗰個即係個官員啦，人哋叫佢飲嗰杯水咧，佢又唔飲。係咯，執咗杯水，你飲啦咁樣，飲啊，咁樣咁好啦，講翻翻嚟先，咁啊就係啦，即係口新省啊，嗰個就係口新省嗰個高級官員啊，嗰個係日本。好，講翻翻嚟啦，就係啦，我相信咧，豐田咧係會做到啦。如果呢個係堅啊，我好驚，我初頭睇好質疑，屌係咪玩我搞㗎咁啊？喺新聞咁，但係始終都係01啦嘛，係佢自己公布㗎嘛。係啦，咁啊，其實咧真係嘅，尤其是豐田將南。辭退呢個 CEO 之後咧，其實咧佢係豐田將南講到明嘅，
喺連即係佢就做 CEO 嗰陣時，佢講到明咧，佢係會將運能系統咧發揮得更好，同埋主打係運能系統嘅。其實我中意嘅，我中意運能系統嗱，唔好首先唔好話咩咩咩嗰啲頭先嗰啲咩污水嗰啲唔好理佢啦，我就係中意運能呢樣嘢嘅，因為運能咧其實係確實咧係喺個市場咧係。我覺得是比較合適一啲嘅，尤其是喺香港咧。嗱，因為係啦，始終就係因為個電咧，你未個電量、電裝啊，其他嘢啦，因為你仲未係完善咧，運能咧係偏向最有效益嘅。你問我就覺得，我想講咧，如果佢哇依、這個電池本身差十分鐘可以行1000公里，再配備埋依個運能嘅功能，我好勁。咁佢唔需要運能㗎，如果點需要運能啊？點樣運啊？運乜春啊？即係咁以叉佢一陣，整個摩打仔係咁以叉佢一陣，咪不得。咁你運能係包括有埋引擎㗎嘛？咁你又整個引擎喺度。喂，咁佢叉個費用都好平啫，個十零分鐘。如果擺個運擺個 N 擺個，即係你會覺得佢個電佢個電油嗰、那個仲會好平，即係用好少係咪？係啦，但係又唔需要走去叉，咪連十分鐘慳翻，係嘛？因為佢喂，我唔知道啊，其實都要問下個瞭解一個情況。嗯哼，嗱，佢而家十分钟，假设佢真系好似佢声称话斋，充电十分钟可以跑1200公里。嗯哼，咁依十分钟里边要个供嗰、那个嗰、那个输出嗰个插电率系几多咧？嗯哼嗱，系咪即系可能都系而家咁样差，定系要再劲啲怼入去？我哋有冇咁大只火牛咧？嗯，系嘛？香港啊，更加难啦，系咪先？嗱，咁啊，所以咧，旧有咧，丰田章男嗰阵时咧，佢仲系原来佢系社长嚟噶吓，丰田章男啊，佢系第二代噶吓，咁样，咁啊，丰田章男咁啊，佢啊卸任咯，咁啊，而家现任咧佐藤啊恒治咧就升任啦，嗱，佢系打破咗咧世袭，嗯，世袭制，世袭制啦吓，咁啊有外姓人，即系类似康打咁样啦吓，唔一定系姓本田噶啦吓，咁样，咁佢亦都系咧上任咧，佢就即刻啦，即系好似啲皇帝咁啊，你老母前朝嗰啲我唔肯你，嗯，退翻，佢就讲到明系主力电动啦。咁啊，即刻咧就一個大突破。咁我當然我相信咧，即係豐田章男社長咧，亦都係其實佢都有投放資源研究嘅咁樣。近期冇嚟突然間爆起噶嘛？其實香港咧不嬲都喺豐田咧都係少依個純電車，係近期咧佢出咗嗰部凌志嗰部咧，香港啊都熱賣嘅 R2Z450咧，就係都賣得幾好嘅。嗯，我中意嗰唐太啊，真係啊。我飛機太，但係香港好似唔俾嘅，香港應該未驗到車。驗唔到車嘅係唔得嘅，係係嘛？但係佢有配備俾你，你都唔可以升級嘅。嗯，我覺得飛機台，我覺得有朋友會試下咯，係咪先嚇？我都好中意嗰個車款嘅，係嚇。不過我唔中意純電車。咁如果佢可以做到咁樣咧，咁樣嘅規格咧，你有冇？啊，咁我就有會買啦，係嘛？係喺公司度拉條線插十分鐘搞掂，係嘛？係咪可以攞13A就可以做到咧？嗱，唔知嗱，依啲唔知。咁就算唔使公司插，你去一個停車場有十分鐘啫嘛。你坐喺度戇居居去個廁所，翻嚟去個商場廁所行個圈打個圈，可能仲要俾人影相添轉頭。喂，你過得了咁耐嘅？係嘛？係啊，走。你做乜事呢排？呢期唔得啊！係啊，隊長話真係唔得啊！係啊，你知啦，嗰啲咁咧，嗰啲插電撚咧又嚟啦，係咪先？又影相，你仲走？喂，咁其實嗰陣時，到時喂你都冇得，你真係一真係去個廁所好翻嚟咯喎，或者企你企隔離等喎，如果唔係又俾人喂差五分鐘都有500公里啊！係咯，係換咗咁計，係喎真係喎，使乜咁鬼耐啫？係喎，即係如果咦差一分鐘都有120，係啊係啊，你插落去，我得閒百二喎，頂下住先，趕時間，我翻屋企仲有得差，係咪先？咁係喎。真係有得諗啊！哇，絕對係啦！如果咁樣真係，唔係希望真係能夠提升個技術。嗱，但係我想講咧，即係講翻佢哋純電車嘅技術啦。其實日本仔主力都係研發緊氫氣嘅。係啦，氫能啊，其實咧豐田都係有嘅。而且據我所知咧，本田嗰邊咧，佢都非常之積極啊。嗰個氫能，但係我氫能我啊覺得幾好嘅。好乾淨，仲要乾淨啲添。係啊，因為噴出嚟都係水嚟。水嚟嘅啫嘛，本身水嚟嘅啫嘛。唔需要處理嗰個電池入後。用完之後那個回收那個喂嗰、那個好唔環保啊！我話俾你聽，其實話環保嘅乾淨電源咧，其實係最其實咧，佢衍生出嚟嘅最個好毒嘅。嗱，首先核電係啦，核電都係乾淨嘅，液電係好毒嘅，液態係跟住呢啲嗱呢啲係點啊？呢啲固態就應該可能唔知啊，我唔知依個固態。佢哋都會有啲再生嘅可以俾佢，譬如去一啲譬如太陽將嗰嚿電池去撥去一啲係。負責太陽能
吸收接收嘅電啦，因為佢嗰啲就唔使話咁精準，同埋退化咗少少都得嘅。電反而車咧就係、是、個要求咧就係、是、高啲嘅，咁係又可以再生嘅，咁用完之後都借嘅一日噶嘛。咁樣嗰個電點樣咧？咁地方埋咗佢。哦，係話咁點樣處理咧？揾地方埋咗佢嘅咋。係嘛嚇，所以就其實咧呢樣嘢咧就真係環環保咧，不嬲都係依度咧係爭論緊嘅嚇。咁但係如果用輕能咧，喂，佢嘅原材料係咩啊？輕能。咪就喺空氣度提煉咯，水嚟咯，係啦，水嚟咯，喺水裏邊。但係唯一咧，佢就係有個風險，就係佢比石油氣更易爆。爆啊！係啦，係啦，仲易爆嘅係。有人香港人試過嘅，啊咁啊，將一個相關輕能系統咧裝上架車度咧，點知個頭咁都嘣射咗出去嘅，係有嘅嚇。咁啊，所以咧就係依個希望期望。但係佢嗰個固態電池突破咗新技術，我哋都係好開心。依度有排玩啦、啊，即係如果千二公里，我真係會考慮電池。會係啊，咁好多咧，即係尤其業界啦，當日我哋發放出去啦，咁啊，亦都好大回應。嗱，呢啲就係做的士啦，就一流啦。哦，咁啊，肯定係啦。係啊，你老母啊，揸兩日兩夜，揸兩間兩個老特啊！系都得啦，喂，咁唔系啊，我而家交俾你都，喂，我叉住两分钟顶住先得，系啊，系喎，唉，是但啦，唉，嗰几分钟我同你近啦，即唔会炸型咯，几分钟俾，几分钟都俾翻几兜嘢，系嘛，几兜系嘛，咁即系今晚你都唔够时间食饭，十分钟系嘛，系啊，即就真系个喺机场炸，即唔介意插一插几分钟。我好期待㗎，其實如果你話呢、這個真係好啊，希望即係商會嗰邊真係有啦、啊。依一樣嘢唔係就係私家車㗎，對的士業界係一個好大嘅幫助。梗係啦，尤其是的士又跑咁多公里，希望咧到時咧商會咧同政府咧真係，哇！真係我好期待有一日。但仲要等多三年喎、啊，四年喎、啊，2027喎、啊。嗱、2026就應該知道佢點樣㗎啦。應該呢啲係預送啲嘅日本仔，其實咧佢我話俾你聽啦，2026年就嚟料噶啦。其實佢話啫，但係佢未必俾的士噶嘛，可能我哋退休咯，可能。唉，咁啊係，冇咁快啊，係嘛？咁啊希望咧，真係嘅，政府啦，係嘛？即係依樣嘢，即係運輸署啦，希望咧就密切留意，係密切留意要嘅。咁啊，我哋都密切留意。係啊，其實真係好噶，大家即係開工咧，又唔使排隊入氣，又唔使排隊插電。插一插兩三分鐘搞掉，頂住，或者整個太陽能板吸下咪得咯。而家其實如果咁樣聽，仲好過太陽能。我覺得咧，真係你孭住塊板，你會唔會換車嚟噶？如果我會，係啊，我呢啲我一日行300-400，哇！我三次插一次電都得啊。嗯，哇，舒服好多，的士喎，大佬，係啊，唔係你當佢得半啦，得半啦，600係啊，600，好衰嘅，佢冇大咧，佢通常一上高速得一半嘅啫。係，咁我當你揀800啦。系咯，系嘛，八都夠曬啦，係嘛？期望佢真係能十分鐘，我哋預多啲，差十五分鐘咧。係啊，俾多啲可以再豐田能夠有多啲新嘅資訊俾我哋知道，個市場知道，我哋第一時間即刻同大家講。係啦，好啊嚇，咁啊又到依個 weekend 啦，咁啊。係啦。大家能夠一個美滿嘅星期五啦，係啊，咁啊，譬如你放假悶悶地啦，想同我哋成班自己友吹下水啦，咁啊記得啦嚇，WhatsApp 你睇到熱線啊，報上名來，咁我哋加入你個。我哋嘅大家庭啊，系啊，咁啊，九哥安排咗去边度旅行未啊？未啊，仲未？未啊，我特区护照都未攞，呢个回乡证都未攞，回乡证就嚟搞紧，系啦啊，咁啊，我都唔系去好远啫。其实你去边啊？我都系我想去滑雪啫嘛，我女话要滑雪，咪我成日都去广州。去旅行都要焗住喎，去廣州去依個融創。咁啊好咯，咁啊唔使即係咁啊暑假去滑雪。你除咗去澳洲、南半球，去邊度好咧？冇噶嘛，係嘛？唔係因為個女佢要翻學啊，所以唔可以去咁遠。係咪近近地都幾好啊？嚇咁啊！上去又整兩罐黃振龍咯。梗係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唔好大安子而家年尾嘅咧，又唔好一窩蜂咁湧去攞回鄉證啊！而家就即係延遲咗咧。咁啊，其實香港人真係嗲好乸衰嘅，一話延遲咗之後咧，個個放飛機喎。係啊 ，book 咗嗰啲喎，每日2000個 quota 嘅喎，放飛機有機會 book 咯。係嘛，即係你所原來一日而家中旅社就話一日有2000人放飛機咧 ，book 幾撲街，2000人都係放飛機嘅，每日喎咁樣嘅喎，係咪先得？即係香港人學你話齋，唔教到最敏都唔好似 cut 線咁啊，唔做去到最敏都唔 cut。係啦，係咪先就係咁啦？依度都睇得出啦，係嘛？好似啲五座位咁，唔揸到佢唔喐得。係啦，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嚟緊啊假期，希望大家咧即係雖然熱啲啊，我嚟緊即係所以上個禮拜咧，其實咧西貢啊或者所有嘅南區咧所有嘅泳灘咧都係好熱鬧啊。係啊，咁啊希望咁多位師兄啦，忍耐啦，可能。
出嚟或者入去會塞車嘅，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嚇，話、啊、提供到服務，亦都提提啲乘客啦，唔該拍乾淨啲沙或者沖乾淨啲，你要早上車。有時好衰嘅嗰個咁嘅泳灘，我排曬隊，嗯，真係冇乜機會埋到去，埋到去沖完之後咧，轉頭又即係冇辦法，太多人啦。嗰啲沙咧又喺曬依度嗰度，你啲衫咧，嗰啲衫掛咗喺度，跟住著翻上去又黐翻啲衫。係啦，你又真係有時，大家即係我希望大家司機都能夠體諒。體諒，你都成日要幫幫手啦，大家合作啦。係啦，即係我喺度講咧，就希望大家和諧啲。係啦，唔好因為咗啊，唔好俾阿次長成日話我哋服務態度唔理想，係啊，唔理想。其實我哋好多時服務態度好嘅，咁啊大家互相忍讓。係啦，好啊，咁啊。希望大家過翻個開心嘅週末啦，下星期一直播啦，咁我哋睇下有咩再話題啦，同大家再傾下，再熱鬧一番啦，係嘛？我哋跟進一下，就呢個運輸署個三大咩啊？罪狀係啦，係啦，希望下個星期直播可以同大家暢所欲言啦。好 ，OK，, okay 下星期一再見，拜拜。就喺前面停低。诶、哎，唔系嘛，我揸 Uber 啫，就系揸 Uber， 全世界都冇事，香港咧出事。带俾大家舒适方便之外，仲为我带嚟财富。有日升帮我管理，是我明智的决定。司机唔该去，你咪系招职哥，你唔系去争坐管咩？做咩揸的士嘅？诶，揸的士时间有弹性，又搵到，又唔使惊俾人拉，又唔使打打杀杀啊！揸住呢张卡片，呢间嘢咧一条龙搞掂晒噶啦。如果仲想知多啲，可以打2448-8805，揾香港专业车行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上呢个网址，咁啊睇得一清二楚啦。揸的士都可以好招职噶。Yo， 大家睇完呢个咁好睇嘅节目，系咪好想继续无限 loop 咧？如果系嘅话，即刻 click 嚟呢度，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同我哋一齐倾偈啦。Yo！